经常在想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好妈妈，是对孩子的关心无条件的爱，还是更多呢？啊，ada pasal ni。哥哥一个，从今天开始就会照顾你的啦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apa kabar？ Lilian， 你到位。爸爸， makan ya。你不是我的妈妈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打烂这个东西的？讲，是不是你打烂的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是谁？是我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的，你懂吧？对不起，我错。你走吧，我又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我觉得真正能衡量一位妈妈对孩子的爱就是牺牲，只有真正明白牺牲的意义，我们才能说我是一位妈妈。